好，我是林科长。那这个几乎每一年蔡会长都不遗余力呢啊，这个啊举办这个孔雀渔网的法会哈、哦。那我就是趁着这个机会，就是自己制作的这些猴曲呢，来跟大家结个善缘。那今天我特别因为蔡会长有交代，现场大概是约有200多人，所以我带了300张的 CD。届时待会这个唱歌的这个间奏哦，我会把这个 CD 发送给诸位哦，也许一个人都有一两片可以做一个受用。那今天第一首呢，就带来这个自己创作的黄财神咒，希望大家能够这个有这个资粮，能够饶益众生。我先带来黄财神咒，谢谢。
生在苏巴原创大悲咒。这首歌曲其实在近二十年前就已经发表了，那在网络上累计至今已经有1000多万的浏览率。也许大家不知道它是大悲咒，听了以后大家大概就知道它是原创大悲咒。这是我们在二十年前所创作的一个佛教歌曲，就是希望佛教歌曲能够很温馨，菩萨很像在我们的身边，而不是遥不可及。所以我们用这种比较温馨的风格创作一系列的佛曲。那待会我在这个歌手演唱的这个间奏呢，我就发送带来了300多张 CD 跟诸位诸三长老及善缘做一个结缘。我们请一下歌手带来这首原创大悲咒。大哥，这个谢谢大家。
原创重奏。
平安喜乐的一年，祝大家法喜充满，我们下回见，拜拜。